种臭臭的味道，是狗大便吗？Department Kyoto 呢是京都的造型艺术大学跟佛光寺合作的一间设计杂货店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它真的就是在那个佛光寺里面一个角落。你们不觉得这是一间非常前卫的寺庙吗？Of course， 我现在啊跟 Neil 到就是京都的永观堂，跟你讲，这边是我看过最美的京都的红叶，我真的没有夸张，但是人也好多，人超多的，太美了，天哪 ，It's too pretty 呢 ，Very beautiful。OK， 我们现在要买那个票进去，大人是1000块，不便宜，但是值得。这么美，当然要进去看呢、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有这个入场券了，拜关票。Hi， 看见呢？哇哦 ！I went to Arashiyama. It really wasn't that good. I was so disappointed. はい、こちら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はい、どうぞ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超美的 ，OK。Neil 说啊，我们走到那边可以看到，就是整个永观堂的景，所以你看，全部的人都围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觉得我们很像是来赏人的，人比枫叶还多。不过听说秋天的人特别美，我们来赏一下也是不错。我们要走进去，所以要先脱鞋子在这边。OK， 这边要脱鞋子。OK， 我们要穿袜子。I don't wear. I'm not wearing socks. It's okay. You might freeze a little bit though. That's how I get my feet not smelly. No, I'm kidding. It just don't smell. 哇，我们进来了，这是超多人在那边拍照的。I can't believe it's the first time I come here. I'm surprised you. Yeah, I would have thought you'd be here before. No, no. Oh, 超美的！天哪，天哪！你们看这个枫叶，真美到哇！我觉得红枫真的要跟寺庙一起看是最美的。无敌美啊！这边南城市。我喜欢那个玻璃映照出它红叶的样子。在这边我只要每走2-3步，我就会很想，我就真的会很想要停下来拍那个枫叶，因为真的太美了，你看，超漂亮的。OK， 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一个走廊走，太美了。OK， 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超漂亮的，就是这个寺庙的外面的走廊，配上红枫，然后加上我旁边好像就是有，就是和尚他刚好在有讲座吧，然后有诵经，整个就觉得说哦，这整个一体的完整感，然后觉得很平静的感觉，真的又有钟声，有没有？赞赞赞，一定要来这边，很漂亮。
我们的摄影师 Neil， 他现在在拍照，等一下就给你们看他拍照的成果。然后你看这边大家都在拍照，因为这边的景太美了，带你们去看。以为上面这个是小屋顶，结果不是，它是这边的窗户，它是这样往上打开的。这边的枫叶真的是美得太疯狂了，超级美的。然后这棵树超美，它是有红、有黄、有绿色。三种色都有的。原本呢，我们是计划去三间寺庙的，结果光是这一间永观堂，我们就已经拍照、拍影片了，可以逛了快两个小时吧。那1000块绝对是值得的，绝对要来，太美了这边。好夸张的美哦，这边，天哪，多宝塔。再来要走这个楼梯上去，我们应该就到那个宝多塔了。哇，天哪！我现在你可以想象，等一下上去之后，那景色会多美。因为从高处看，可以看到整个寺庙跟红峰的俯瞰，我已经有点喘了，体力太差了。哇哦，好漂亮，好美哦！天哪！看那一丛一丛的，天哪，真的很美。啊，我喘到我手会晃。看到大半个京都，如果看得到我家的话呢，我家应该是在这边那个角落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完就是主要的寺之后，我们要回去就是有水的地方，超美的。我真的觉得秋天的京都颜色超美，就是绿色、黄的跟红的感觉，很温暖，很喜欢。对，我今天有特别擦，就是我秋天用的口红。然后这边超级美，这边不知道我能不能拍到，我后面背景是有一个池塘，很漂亮。其实没有池塘也是很美，美滋滋的鱼。我手还会晃吗？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影片超级无敌晃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开防守阵。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开防守阵，所以才会晃到不行。辛苦大家了，一直看我没有开防守阵的旅游影片，之后不会再伤大家眼睛了，我会尽量拿更稳一点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就是没有太冷，所以就可以穿比较 OK， 不然要穿什么羽绒外套啊，都就是肥肥的。所以有些地方可以给你坐下来，就是休息一下，喝茶、啊、吃一点和果子之类的，来休息一下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抹茶来了，先给他拍照，我再动手。来到京都，来到寺庙，怎么可以不喝抹茶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然后他这边还有附上你一个点心，哎，这里还有茶。哎、yeah. 哦、，it's a different kind of tea。regular green。所以这边是抹茶，然后这边就有绿茶，好好。所以你喝完抹茶，你要慢慢再做，还有两个杯子，你可以慢慢喝它的这个一壶绿茶。他按梨饼，看里面是什么？它软软的，我手呢，手可能不太干净嘛，就我自己吃。它是一个这样子，很像铜锣烧哦，很像铜锣烧的味道。嗯。把它啃美一点，里面是红豆馅，看到吗？它里面是红豆馅，然后好甜，我要配茶 ，so sweet， too sweet， OK， get the match。为什么你要配抹茶喝了？就是要转一下，假装很会有没有？好喝哎、欸。就是你吃完和果子的时候，你喝那个茶就很回甘，然后你不会觉得它是苦的，就是很甜。看那抹茶，
赞哦，赞哦。好，我真的饿了，我要吃了。How is it? Very good, very good. I like matcha. I don't care if it's bitter. I don't like it bitter, but after it's a sweet, sweet, it's good. Yeah, this is so sweet, the red bean. This is so sweet. This is so sweet. 超级无敌甜。So, for balance, you get bitter tea. Yeah, it's good. 他也附这个茶壶啊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附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喝到最后那个抹茶都冷掉了没有，但是我们这茶壶的茶还是热的，它就可以帮你保温，就是你最坐久点休息一下，那茶都是温的。So sorry, everyone have to get out at 5. So OK, 我们现在待到就是早上时间要结束了，就是早上的入场时间。那现在就是要让大家都先离开，因为等一下他们要开放另外一个夜间参拜的，就是你要再付另外一张门票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待久一点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离开，然后再买另外一张票再回来这边。这边都很暗了，其实。可能灯点了之后会比较漂亮，晚上好像鬼一样，超级暗的。哇，你看晚上已经有人在排队要就是买晚上的入场券了。他晚上的那个拜关 High Kanken 拜关券是600日币，比较便宜了。但我觉得早上我们1000块入场拍那些，我已经超级满意了。我现在去吃东西。OK, 我回到我的温暖的小窝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是我在京都的一天，有点小日常，有点小旅行的感觉，拍的就比较轻松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啦。然后就真的是给大家看看京都的街景，我很喜欢这个城市，所以我才会决定想住在这边，因为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然后尤其是现在就是秋天，所以我一直很想拍红叶给你们大家看，终于拍到了。原本怕说再不拍它就要就是掉了，有没有？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啦！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大拇哥，让我知道，然后把影片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看吧。对，然后也非常欢迎你，就是分享这个影片来，就是揪明年的京都团。如果明年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明年京都见啦。对，那你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就是一个大拇哥。如果比喜欢再多一点点的话呢，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后看更多我分享我在日本生活的影片哦。OK, 那我们就很快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